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收到粉丝提问，吃鸡你什么武器年龄最大？想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得非常熟悉武器历史才行。小番茄也是查了不少资料，发现吃鸡你年龄最大的武器竟然已经超过百年。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三二一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先来说一下吃鸡的标志性武器98K。98K 出生于1935年。属于二战时期非常有名的双狙，距今已经有86岁了，然而却连前三都进不了。排在第三名的是 S1897， 在现实里它的原型是 M1897， 从它的名字就知道，诞生于1897年，距今已经有124年了，差不多已经是古董武器了。难怪在吃鸡里性能这么落后，光子却不加强它，这下找到原因了。排在第二名的是 R1895， 一把非常难用的左轮手枪。这把武器同样以诞生时间命名，比 S1897 还要大2岁，难怪同样是单发手枪，相比于沙漠之鹰伤害就差了很多。而年龄最大的武器就交给你们猜猜看，提示一下，是一把狙击枪。怎么样，你猜到了吗？欢迎关注、收藏、分享哦，我们下期见。